为了防止你再次逃跑啊！你这是非法囚禁，你知道吗？给我把门打开。裴修哲不是已经把你甩了吗？你干嘛还跟他在一起啊？你们俩现在什么关系？你问这么多问题，我先回答哪一个？我警告你，我不许你再给我玩消失，不许你不接我电话，不许你见到我就跑。凭什么？就凭我是你上司啊！我未婚夫还是你顶头上司呢，自己有危险都不知道，五大三粗的。哎，你以为我会怕吗？总之，我刚才说的那些。你好好执行，否则后果自负。还威胁上我了？你也不看看这是谁的地盘啊？谁的地盘啊？总之，不是我的地盘，当然也不是你的地盘，所以我们好好找个自己的地盘，好好说，行吗？你是怕被老男人知道是吗？那我们可以悄悄说。只有那么一刹那，向往的一刹那。